专家，还有艾希亚跟小珍男。那我们邀请练习生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佩佩。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江。耶、yeah!！跟大家合照了，好，我先开放大家十秒钟的时间，让大家去捕捉画面，好不好？对你们够好了吧？不要再说不爱我了。好，来看前面，准备喽。耶、yeah, ，好，那我们招呼一下左手边的球迷朋友们，然后我们看左手边，左边这里镜头帮捕捉好，最后一次机会哦。再来右手边，右手边来一个，很好。再来正中间。好，再来请那个练习生小龙，你们帮我从右边开始，后面从右边开始，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帮我往上左手边开始，来 ，Go， 好，慢慢的往左边走，正中间，再往左手边，好，太棒了，耶、yeah ，好，那我们先开放第一组咯，来欢迎。请大家帮我调整好拍照模式哦，感谢大家。来，中间请，中间请，谢谢。好，请大家帮我号码牌准备好，号码牌还有手机模式帮我调整好，谢谢。好，一律右上左下哦，一律右上左下哦，感谢大家。好，谢谢。来，台上请。好，再次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下午四点钟，在二楼的三垒侧舞台有好和气的循环杯摊位。今天 A 日电卡呢是我们家徐雅，所以呢，只要想跟徐雅合照的话，不用担心，你只要消费购买我们的循环杯，就可以边喝饮料边吃甜点，有赠送小点心哦，还可以跟徐雅做合照，超棒的。好，来台上请，欢迎。好，请大家帮我把号码牌准备好，手机调整拍照模式哦。感谢大家，耶、yeah ！好，谢谢。来，下一位请，欢迎。好看前方。好，谢谢。来，台上请，欢迎。好，手机相机帮我们准备好，谢谢。号码牌帮我准备好哦。哦，这帅气哦，有做功课。好，谢谢。有吗？感谢感谢，先上请，欢迎，欢迎欢迎。好，号码牌跟手机帮我们准备一下，谢谢。凭门票呢，可以兑换闯关卡，只要闯了五关，所有七关哦，只要闯完五关的话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球员的咒术回战球员卡套组，超棒的，赶快去玩，赶快去闯关。好，看前方有。好，谢谢，来欢迎，赶紧。耶、yeah, ，好，谢谢。我们右手边离开，谢谢。来，欢迎，台上请。好，现在进行的是第一梯次我们的拍照。那我们拍照的呢，一起合照的小龙女们呢，有西雅、爱媛、佩佩、小珍奶、宁宁跟蒋佳。所以提醒大家，在我们第一梯次，我们只接受第一梯次的拍照伙伴们哦，所以如果你第二梯次还是拿第一梯次拍照的话 ，sorry 没有哦。好，
好，谢谢你，来，欢迎，中间请。你只能指定跟我，真的吗？这么好，好，来，你站起，欢迎。在中间，我们好，来，欢迎，有请。哇塞，自己 QC 位呢，哦，很棒，很懂的 QC 位。耶、yeah, ，好的好的，感谢，谢谢黑哥，好嘞，非常请欢迎，手机送我喽，太好了，那我现在有缺15或者是科洛好像也可以，这么萌，勾机勾机，好嘞，欢迎台上请，再一次分享我们下午四点钟，下午四点钟我们的循环杯日店长是由我们诗雅哟。所以呢，邀请大家一起购买循环杯，喝饮料，吃小点心，然后跟诗雅合照，超棒的耶、yeah ！好，谢谢，来，你上前，欢迎。好，看前方的手机，你看也藏不住的笑容就是这样子，很好，感谢，来，欢迎。看前方，好，谢谢。好，来下一组，欢迎。来看前方的手机相机，准备好。耶、yeah.。感谢，好，欢迎，好，帮我看前方的手机相机，耶、yeah ，好，谢谢，下一组请。看前方的手机相机，准备好。第一梯次呢，我们小鹿见面会出席的是我们诗雅、爱云、佩佩以及李明奖将小珍奶。邀请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家练习生，多多支持每日 C Dragon Boy 的小龙女。还没有追踪大家的 IG 粉丝，我相信一定很少很少，所以还是帮大家确认一下哈，要帮每一位都有追踪到哦。然后最终魏全龙跟小龙女的粉丝团哦，好来，台上请，欢迎，来 James， 来中间请，好，帮我看前方的手机相机，准备，好，谢谢，来欢迎。小白怎么在这边？小白，好，来看前面，准备，3、2、1，好，谢谢，好，来台上请，我第9局要看到你哦，第9局还看到你哦，那你先赶快去，你可以现在去，好，看前方，好，谢谢，来欢迎台上请。好，再提醒一下，我们现在第一阶段的拍照见面会，所以呢，手上的号码牌帮我看一下，是不是第一梯次哦？第一梯次邀请到的是我们家可爱的练习生们，有我们诗雅、爱云、佩佩、妮妮、蒋江、小珍来，邀请大家多多支持练习生。
我不要。好，谢谢谢谢，够久了够久了，谢谢谢谢。那边那边右边，好，那个留下来。好，中间请，欢迎欢迎。现场第一梯次23号，我双手举高，真相就在胸口。好，再问一下我们23号的伙伴在现场吗？23号伙伴有在现场吗？如果没有，我要先自肥一下哦，来不及了，耶！我们看那一台，你要从你要走过去吗？好，耶！好，23号回来了没啊？23号，来，第一梯是23号还在吗？第一梯次的伙伴，23号还在吗？有吗？有吗？那我们的23同时，我们问大家好了，有人看《咒术回战》吗？真的假的？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卡通吗？它是卡通吗？没有，儿童不宜。儿童不宜。我听不懂，什么意思？2.5是什么？什么是2.5？不要说话，你们都不要说话。不可以剧透，不可以。在暴雷吗？不可以暴雷。是我看不懂，什么意思？啊，很坏你们！那可以跟，然后我问现场有人看过《咒术回战》吗？很少，对不对？你想看什么？哎，先不要。好，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吗？我的23号。算是有点像《鬼灭之刃》吗？啊，这样会很坏。就是、它会比较杀戮性还是？就是内容是什么？高校生在跟邪恶的一方战斗的一个故事，这样。哦，那如果说给你帮我们分享三个一定要看这一部的那个优点或是吸引力，好，你会怎么样推荐？第一个就是很帅。什么样的帅？是剧情帅还是主角帅？主角很帅。主角很帅。2.5是人吗？叫5条，叫5条，为什么叫2.5？然后他发生了一些事故，这样子，之后会回来的，我相信。哦，会啦，我年会去。所以5条很帅，是不是？好，很帅。还有嘞，第二个。然后就是他，我觉得他的画风非常的精致。画风很精致。对。所以他可以放很大很大画面看。对，很漂亮，好看。哦。再来是他主题曲真的是太好听了。那你会唱吗？不会，好吧。啊，不会。好吧，那我们谢谢佩佩，耶！23回来没？23还没回来。想抽一个，立刻抽一个。抽一个什么意思？抽一个是什么？我听不懂。抽一个上来拍照，不行。怎么那么自肥？等我拍哦，下一团，等一下啦，23还没，好，那，
好，那我开放最后两分钟哦。我们现在问一下二十三号第一梯次二十三伙伴有没有在现场？第一梯次二十三伙伴，等一下，这不是尾牙抽奖，没有说没有啦。等一下，不要急，大家不要急。加码，加码，加码什么？加码，加码，没有啦。女生怎么了？女生怎么了？好了，二十三号还没吗？那我们再给你两分钟时间，那我们先让练习生小龙女们，我们先转过来，然后跟大家拍一张合照。我们在开口这边。好，那我们可以请那个摄影同仁到台上，感谢。好，如果拍完二十三号没回来，就要跟你说声抱歉喽。耶、yeah, ，我们先看正前方。来，大家都会入镜哦，所以手机的毛巾啊，什么枕头啊等等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哦。好，来，先看正中间，三二一，左手边，右手边。然后呢，我们从右手边挥手，挥手到左手边去，准备三二一。官方要动动吗？说动的吗 ？OK。好 ，OK。要做出动作，手收，它是这样对不对？好。好，哎，那我想 Q 一下西雅，帮我们教学一下。不会哦，谁对手？好，那我们跟大家那个示范一下，来，中指放在食指上面，中指放食指，中指打直，食指放后面，这样吗？中指打直，放在口中啊，好。好了，中指打直，食指放后面哦，不要自己歪了哦。这不是西雅教的哦。OK， 好，看前方，看前方，预备，你们都会入镜哦，拜托帅一点，求你们了。来，帅气的，帅气的，三二一。好，那我再问一下，二十三回来了没？二十三还没呢。三秒钟，赶回来，欢迎欢迎，来来来，欢迎欢迎这边，欢迎来欢迎来，好，手机帮我们准备一下，好，来我们中间请，好，那我们欢迎第二梯次拍照的幸运的球迷朋友们，帮我们在右手边准备排队喽，好，看前方，好，谢谢你们，我太开心了。啊，还好没有造成遗憾。好了，邀请第二梯次的伙伴们，第二梯次的球迷伙伴们，帮我拿号码牌，来帮我到右手边集合喽。那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每日 C 最给力的小龙女，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家小龙女哦，好不好？好吗？好，感谢大家，你们太棒了。好，那么往右手边，谢谢。耶、yeah, ，谢谢佩佩，谢谢安云，谢谢西雅，谢谢蒋张玲玲、小珍奶，欢迎米奇，然后还有费坤娜，耶、yeah, ，欢迎星辰、马妹及小丽。好，那我们先请小龙女简单的做我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口水。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奇。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Tina。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辰。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妹。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艺。Yeah! 好，现在大家有这么有精神哦，好不好？
好，那等一下呢，一样，我们小龙女在台上跟各位合照的时候，也请大家可以帮我们祝福好我们拍照的礼仪。那一样，我们号码牌跟手机相机已经帮我们准备好哦。好，我们先开放十秒钟的时间，让大家合照。耶、yeah, ，怎么了吗？赶拍！我不敢了，旁边就好。好，帮我们先看正中间的摄影媒体。好，左手边。好，换右手边。好，请小人帮我个忙，视线从右手边慢慢慢慢到左手边，一开始 ，Go。好，换中间，再来左手边。好，那我们中间的。中间移动的摄影媒体，准备喽！好，一起一起一起嗨哦！预备，三二 ，Go！ 耶、yeah ！好，盯着边要拍吗 ？OK， 好，好，准备喽！好，那中间放有一点小位置，谢谢。好嘞，我们邀请第一组，来台上请。好，帮我看前面的摄影，准备了，耶、yeah ！好，再提醒一下，待会下午四点钟，下午四点钟，四点钟在我们二楼的三垒售舞台有好和气循环杯的摊位。今天呢，是我们的一日店长是我们的诗雅，邀请大家，我们可以去登记我们的好和气我们循环杯，登记归还就可以抽好礼哟。你带。你戴起来比较可爱，好，靠近一点点，看前面哦。好，只要购买循环杯呢，到指定店家我们消费的话呢，我们只要购买循环杯就可以赠送小礼物、喝小点心、喝饮料，就可以看需要跟诗雅一起合照哦。来，台上请，欢迎。好，可以帮我们把我们周边商品都打开、亮开。好，看前方。好，请大家帮我们把手机相机准备好，号码牌帮我们准备好哟。好，谢谢。好，来，欢迎，台上请。好，看前方，准备三二一。多注意哦！好，谢谢。来，欢迎下一组，欢迎。来来，中间请，中间请。好，看前方，准备，耶！好，在我们周边呢，我们联名商品包括有我们主题球衣、球帽、毛巾跟抱枕。不管是不是动漫粉丝，都欢迎你，可以把帅气的球衣，像小龙女身上穿的这一件主题球衣，可以把它带回家，超帅的。哦，这表情很认真哎，很帅。好，感谢，谢谢。好嘞，台上请。现在流行衣服穿反边，是不是？好看前方。好，先看我们，先看我们的那个前面摄影朋友这边。来，摄影机挥个手，耶、yeah ！开心。好，再看我们的手机这里。好，三二一，耶、yeah ！谢谢，感恩。前方的手机跟相机，在我们循环杯日店长的部分呢，今天我们合作店家有德克士、爱尔兰风鼠、珍珠丹、塔克野食跟 GBA GB， 我们新酿啤酒还有五十兰米困夏以及拉图尔精酿，都邀请大家可以去消费。我们使用我们的循环杯呢，就可以跟我们的诗雅可以兑换小点心，可以跟诗雅合照哦。今天日店长是我们家诗雅。
那第二梯次呢，我们一起拍照的小龙女们呢，有米奇、星辰、马妹、瑞妮、小印、坤娜跟口水。来，你好，台上请。邀请大家，我们多多支持小龙女。邀请大家，只要有作品呢，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帮我们按赞、分享、加订阅。哎，帅气帅气！好，谢谢。来，台上请，欢迎。好，我们先拍静态的相片，帮我看手机前面。耶、yeah ！好，这边来，摄影机这边准备了哟，来。帮我们从镜面这边看了这个帅气的框框，走到哪看到哪，三二一 ，Go！ 耶、yeah ，帅帅帅帅帅帅，耶、yeah ！再一次，哥，感谢谢谢，怎么那么幸福？好好哦，来，台上请，好，慢慢走，注意安全。好，看前方的手机，三二一，好，请大家帮我们号码牌、手机、相机都帮我们准备好哦。好，谢谢，来台上请，欢迎。好，来看前方。谢谢你，感谢。好了，下一场请。来，这两天的咒术回战主题是很多周边商品哦，像小龙女身上穿的我们球衣超帅气的，还有我们咒术回战的我们元素都在上面了。然后呢，除了球衣之外，球帽、毛巾、抱枕都是我们动漫迷的最爱。来，中间请。好，来看前方，那么害羞，突然变害羞了。好，来看前方，准备，耶、yeah ！好，谢谢，来欢迎，呀、yeah ！哦，看前面喽，准备喽。要什么啦？还有什么就问。哇，好可爱！真的吗？赶紧去！好，来，台上请，欢迎 ，Go！ 哇，害羞害羞，然后毛巾拿反这样。哇，好糗好糗！好，看前面，准备，三二一。那高追的毛巾，耶、yeah, ，我在，多谢，谢谢，来台上请，这长发飘逸的美麦，好看前方，这次咒术回战呢，是我周边联名商品，邀请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商店街去购买哦。还有主题球衣、球帽、毛巾跟抱枕。球衣就是我们小龙女身上这一件，有非常多我们咒术回战的元素都在身上了，超级帅气的。不管你是不是动漫迷，都邀请把你带回家。好看，前方准备，三的、二的、一。哦，好看好看，谢谢，欢迎，来台上请。好嘞，我们请面到前面，好，准备了，看一下手机跟相机，预备备，耶、yeah ！哎，马妹毛巾拉歪了啦，再拉一下，再一次来，正好拉棒，再一次，三二一，好，谢谢，好嘞，欢迎。好，双手举高，跟上这个三步啊！来，哎、欸，靠近靠近，来看前方。哇，谁跟你心连心？
谢谢，感恩，感谢，谢谢。好，来台上请，欢迎，手机留下了。好，帮我看前方准备喽。在下午四点钟到四点二十分，在我们二楼三人侧舞台有我们好和气，我们去换杯的摊位。今天鱼店长是我们的虚雅哦，所以呢邀请大家，我们可以去登记我们的循环杯，然后呢可以跟虚雅合照，也可以喝饮料吃点心。听说来第二次了是不是？谢谢，感谢，谢谢贝们。好，来台上请，欢迎。对，哎，你们有没有带伞？有吗？好像有点担心，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健康哦。爱心要多少？我就问，要几个爱心？毛巾都拿不住了。毛巾拉开啦，拿不住毛巾了啦。好啦，看前方，三二一，好，谢谢。好，来，放进来看前方。哎，帮我把号码牌跟手机相机准备好哦，麻烦大家了。好，来看前面，准备。来，三二一，耶！好，谢谢。来，台上请，欢迎。声音太大，谁？怎么了吗？这样帅啊？可以 ，I don't mind 的。好，看前方，准备，三二一。耶、yeah ！好，谢谢，谢谢，拜拜。好嘞，台上请。哎呦，怎么办呢？哎，你叫心疼自己拉自己毛巾是不是？那没，哦，没心哎。算贴心，后台领500。好，开前方，耶、yeah ！马哼哼那个毛巾拉了，拉紧一点，好，很棒，开前方。好，谢谢。来，台上请，欢迎。来，现场六号在吗？六号有在现场吗？六号，我认识啊，我拍要干嘛？好，来现场六号提醒一下，六号的第二梯次的伙伴们，六号有在现场吗？第二梯次六号有在吗？好，太好了 ，OK， 好嘞，来掌请，欢迎。提醒一下，我们下午四点钟在二楼的三垒侧舞台旁边，有我们的鱼店长诗雅在现场为各位一起服务我们的循环杯。只要登记循环杯呢，就可以喝饮料、吃小点心，然后呢还可以跟诗雅合照哦。来，欢迎。来，看前方，靠近。看前方，太好了，谢谢。来，台上请。干嘛叫口水啊？
好，谢谢。好，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看《咒术回战》吗？有人看吗？没有。现在听很多，对不对？小蛙，小蛙超棒的，我觉得。那没有，你看，你看，有啊。五条悟什么？没有二点五条啦。对他们刚才说二点五到底什么意思？因为被切一半。不雷吗？但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在我内心，他还是五条悟。那你看他是什么样的角色啊？听说他很帅。他帅爆了。他是我的梦中情人。因为佩佩说他这个角色是。没，就是他，我刚才讲三个条件，就是推荐的，你小声一点，我在讲话。佩佩说，就是你要推荐这个动漫，对，算动漫。他说推荐三个条件，让他们就是没看过的来看。他跟我第一个就说五条很帅，对，他很帅。对，他是什么地方吸引大家？我好好奇哦。他很帅，就是很帅，然后他很强。他是动作还是外表还是他的外表技能还是什么？外表眼睛发色高度这种眼睛吗？可以不啊？他可以可以这种眼神是不是？那如果你要你推荐给大家的话，还有没有另外两个条件让大家有兴趣看《咒术回战》？另外两个吸引你的那个条件。那我必须加等我。五条很帅，五条很帅，跟五条很帅。对，三个都是五条很帅。好吧。好了，那我们开放给大家拍洞洞的时间，好不好？小蛙都要出现。那我们开放十秒钟，让大家拍洞洞哦。好，帮我往前面两步。一样，谢谢。好，来帮大家争取，拍照片吗？好，好，那我们先拍一张合照，我们中间这里。怎么了？什么事？对，好了，让你们拍洞洞。开放十秒钟拍动动，来准备开始。对，大家可以尽情的动，不要离开这舞台就好了。你们离开我会很头痛。好，看前方。好，我们让左手边的球迷朋友一点福利，看这边，看左手边，再来换右手边。好，帮我一样从右手边慢慢慢慢往左手边移动，开始。右边先起，慢慢往中间，再来往左边，甜美微笑收尾。好，那邀请小龙女们帮我们转过来面对我，我们跟所有球迷们拍一张合照。好，帮忙抬口一点点，小心台阶哦。对，这边就可以了。帮我看，先看正中间红红这一台，来耳三，哎，后面大家你们都会入镜哦，毛巾帮我们准备一下哦。好，换右手边，耶，换左边，好，还有人要捕捉镜头吗？有吗 ？OK， 那中间这边要捕捉一次，动态的，对不对？好，来，我们看中间这边哦，右手边这一台，一样动态的哟。耶！好，谢谢。黄金 OK 吗？黄金 OK 吗？好，来，双手尖叫声借给我，再一次掌声，谢谢小龙女。待会你们一定要有这么样气势哦，好不好？在台下一起应援。那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口水，谢谢瑞妮，谢谢米奇，谢谢小易，谢谢星辰，谢谢马妹，以及我们的谁啊？被挡住了，坤娜，不是啊，哎，等一下，不是，你们看这个，来，等一下，你们看这个脚这边是斜进去，所以我看不到坤娜。坤娜爱你，好了，谢谢小龙女，谢谢。拜拜，场上见，场上见，拜拜。我还在这边，欢迎小米，欢迎李黎，欢迎小王啊，欢迎江琪，欢迎赖克，欢迎琪琪，耶，欢迎罗拉以及新璇。哦，哪
请小龙女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玲玲。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蛙。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琴。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赖可。耶、yeah! ！你们安静一点。捕捉画面，来，手机相机准备好，我们先看正中间。好，先看下面这边。好，我看上面那边。再来看左手边，还有右手边。然后视线帮我从右手边慢慢往左边走，开始。右边看完，看中间。中间看完，左手边。好，结束。好了，下一地组 ，Go！ 欢迎台上请。好了，中间这边请，中间来。好，帮我看前面的手机相机哦。多注意，好，谢谢。来，欢迎下一组，你怎么来三次？好羡慕哦。好，来中间，中间请。小白去跑远了，小白。好，来看前方。预备，备，三二一。耶！好，谢谢。好嘞，欢迎下一组，欢迎台上请。哎呦，你上来干嘛？你走开，你走开！感觉无奈。好了，快前方，三二一。好，谢谢，谢谢。前方，哇！来，毛巾拉好，毛巾拉好，来，准备，三二一，耶！好，谢谢。来，台上请，欢迎。好云，好，看前方，准备，三二一，好，谢谢。再一张，三二一。好，谢谢，拜拜。来，欢迎台上请。好，提醒一下，我们下午四点钟，下午四点钟在二楼的三垒侧舞台，二楼三垒侧舞台有我们循环杯，这样一队长是小不是小，是徐雅啦，吓死我了。好，看前方。好，谢谢。好嘞，台上请，欢迎。好的，大家可以购买循环杯，我们就可以有饮料，然后呢去兑换小点心哦，然后可以跟诗雅拍照，超棒的。那么合作店家呢，除了可可斯之外，还有爱尔兰风鼠珍珠丹，然后呢还有方体岩石 GPA 及比限量啤酒五十兰梅克夏以及拉图尔精酿，不管你爱喝饮料爱喝啤酒都可以去消费，也可以跟诗雅合照，超好的。看前方，准备三二一，耶！好，谢谢。来，台上请，欢迎。看前方的手机相机，准备咯，三二一，耶、yeah, ！谢谢，有吗？好，再三二一，
谢。来，台上请，欢迎。来这边请。好，现在小魔女身上穿的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跟《咒术回战》联名的商品，我们的超好看、超帅气的主题球衣，还有球帽、跟毛巾、跟抱枕哦。只要你喜欢，欢迎带回家。来，台上请。干嘛？提到我？好，看前面，准备，三、二、一。好，谢谢，欢迎下一组，台上请。好，台上呢，跟各位一起合照的小龙女们，有心璇，还有琪琪，然后呢，跟罗拉，跟我们的赖可，干嘛那么帅？啊，跟张晴，还有小蛙精玲玲，来台上请，欢迎。邀请大家可以支持我们小龙女，邀请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小龙女每一位的动态粉丝页，因为每个都非常非常认真哦。好，看台上准备，上期准备三二一。好，可以吗？谢谢。来台上请，欢迎。看前方的手机相机，准备好，小心人身安全。二一，耶，好，谢谢。来，台上请。好，看台下的手机相机，准备好，三二一，感觉好满足哦。好，谢谢。来，台上请，欢迎。好，来，哦，好棒，贴心，两张的毛巾。看前方，准备，三、二、一，耶！哎，台下大家，现在雨还是有在哦，所以请不要感冒咯。把你们身家财产的那个大雁大花都准备要照顾好了。好，台上请。耶、yeah ！哎，看前方。哇！谢谢，好，谢谢，拜拜。哎，欢迎台上请。请大家把号码牌、手机、相机都准备好，拍调整拍照模式哦。好，看前方，准备三、二、一，耶！谢谢。好，来台上请，欢迎。呜，相信着自己。好，看前方，手机、相机准备好。耶！手机相机调整拍照模式哦。现在在舞台上跟大家见面的小龙女们呢，是琪琪、罗拉以及心璇、小蛙、赖克、张晴跟玲玲。邀请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每日 Speed Dragon Beauty 小龙女，我们每个都非常认真，有着爱棒球的协议。好，看台上了，来准备，三、二、一，耶！好，谢谢。好，欢迎台上请。三二一，耶！
什么了？好，看前方，预备，三、二、一，耶！好，谢谢，谢谢，欢迎来玩，来台上请，欢迎。好，我们先中间，中间请。小蛙示范啊，右一，右边左边这个很好，来，这怎么有受气的画面？啊，谢谢，来，台上请欢迎。对不起，我被指名了。第三梯次的伙伴，四号在吗？四号跟二十一号在现场吗？第三梯次的伙伴，四号，二十一号，有在现场吗？四，二十一，好，来这边。四号在吗？四号，现场第三梯次拍照见面会，四号伙伴。四号，四号，四号干爹，干爹，四号干爹，你干爹很牛，四号，四号伙伴在吗？好了吗？他们说一下，他们跟他们说一声，来谢谢，来台上请，谢谢，来台上请，来四号，四号在吗？四号，你要找谁？他是大人不做选择。来，现场四号在不在？现场四号伙伴在不在？四号，四号在吗？瑞你先休息了，不要吵他。来，现场四号号码牌，有在现场吗？啊？现场四号号码牌伙伴有在现场吗？四号，四号在吗？好，那等到四号的同时，我们也邀请我们小龙女们，我们开放给他们一些小福利，我们让拍动动时间，好不好？好，我们先拍中间哦，中间先哦，动动时间，来手机相机，快点帮我传本本，手机相机准备好，帮我们拍动动时间喽，我们先来中间开始，同时四号伙伴，请帮我来到现场，四号，来右手边。四号在吗？第三梯次四号的宝贝在吗？我们开放最后三分钟时间等您喽。好，看左边，左边来。好，现场第三梯次四号还在吗？因为有点下雨，我可能没有办法等你太久时间哦。四号有在吗？想再问一下四号在吗？在现场吗？四号，四号吗？转过来面对我，我们跟所有球迷们拍一张大合照，谢谢大家。好，小心戴口哦。好，大家一样帮我把你毛巾准备好，毛巾、海报什么等等的东西，有的都帮我准备一下。好，我们。
们先看中间蓝色衣服帅哥的手机。好，我们单眼准备，三二一。好，右手边我们的摄影打到这边。好，动态的哟。谢谢小蛙跟玲玲，再次掌声，谢谢小龙女们，谢谢，拜拜。